我一定要唱祖母祖母生日快乐。祖母生日快乐，好，一二三，祖母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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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十一秒了，拜拜。哦，唱完整首歌哦。是，哦，停在哪就你自己十秒到你就。按是按哪一个？对，就这颗，都这颗。OK， 好，预备。七，祝我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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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九秒九一，九一，九一是怎么回事？拜拜。唱完一遍歌就是刚好十秒。那就唱自己默念十到十秒到十秒九九都在做。好。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我用刚刚你教的多了吧？啊！太快了！啊！不能那么快，我要再玩。你要再玩好。但是看起来容易，可是没人过哎。目前都没有。啊，其实好像又没有那么简单的感觉。我觉得用完，用完，可是、啊、会用完哈、哦。对呀、啊。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没有，我觉得要用你刚刚慢的那个方法。他刚刚那个唱完一遍歌真的刚刚好，真的。然后你唱，你说祝我生日快乐。我刚十一秒，我刚九秒九一。那你用什么速度？祝我生日快乐。可你要比他的快一点。对。我不要，我要用那一句的。随便你好，来，可以可以。好，一二三，开始。祝梦如仙人快乐。哇哦！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还哇哦嘞！而且，祖谋听到这种生日快乐歌，应该会生气。我难，应该快乐，快乐啊！你那感觉像家里出事。哎，我刚刚就是，我想脱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营养。好，那我再看。等一下，哇塞，哇，压力大，压力大。你这个给我灵感棒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太久了，你这也没有人提醒我。好，等一下，姐，等一下哦。这个比较简单了。祖谋生日快乐，祖谋生日快乐，祖谋生日快乐，祖谋生日快乐。中了，再抢再一次。你按照归零，你按照归零，但是你十秒，是十秒，十秒 OK 吗 ？OK， 我过了。对，你刚按到这里归零，但是你是他是十，他归零前我有看到是十秒，很再给你自己回去。好，那我就是记得刚刚那个十秒，我确定。秀珍，你要来，祝我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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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过关。对，是，我就跟你讲，就是这样，跟你讲，你又不听。对啊，换我，这很好哎，刚刚好。预备，起。祝我们生日快乐，祝我们生日快乐，祝我们生日快乐。不要那个好累，祝我们生日快乐。嗯，差一点点，十一秒一九。啊，太慢了。因为这个先过了，预备，起！祝我们生日快乐，祝我们生日快乐，祝我们生日快乐，祝我们生日快乐。嗯，九秒七二。啊！对对，还可以打他。七，祝我们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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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看一下，十秒七五过关。哇呼！哇呼！生日快乐！开始唱，按跟都停都行，自己算数。好，好紧张哦！一、二、三，祝我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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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10秒62，过关，到10秒99都过。你特吗？你在吗？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过关，10秒13，拍子给你。